可能也有一些疲劳哦。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飞球，距离够不够？接杀出局之后，现在要往本垒闯，滑过来 safe。捕手第一时间也没有确实的接到球，形成了一个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牺牲打。另外红帮助麒麟珊瑚用一个高飞牺牲打打下第一分，1-0。这个尴尬的位置，这个球传得还不错，唯一解套的就是牵制看看有没有提早离垒啊。距离没有非常深远呢、啊。这个传的位置稍微偏了，稍微偏了哦。传得准的话有机会。